吗？说像柯美兰啊，然后有说像谢龙介，很多啦。那我是那这个我们，但我是觉得很帅啦，就是还是蛮像那个大哥。对，陈立伟率先挂出蓝白合看板，叶元之苦主变赢家，成功盖掉柯文哲。就这么刚好，正对面还是郭台铭看板，收贿赵少康从苗框到成品都是话题，本尊也来验收。这时间那么赶啊，大家那么瞩目，那个画师的压力应该很大了啊。反正名字在那里嘛，哦，你知道是我嘛，哈，好，不完全像，但是但是那我觉得可以了，反正就是意识到了就好了嘛。好，头发可以多一点，其实我觉得栩栩如生啊，但是像不像见仁见智，到时候又柯文哲又跑出来了，应该不可能，应该不会吧？不知道，因为他应该会用那种防水颜料。网友点评，像是柯美兰艺人康龙、九孔版的赵少康，甚至连郭喜都被点名。一个看板各自表述，更成五星好评热门打卡点。连民众党 Z 九吴达伟都来朝圣。情感上是支持艺人的，那柯文哲被涂掉会难？那会有点难过啊！我想说，你这放上去了，干嘛把它涂掉？我们在板桥基本上是没什么看板。板桥达成蓝白合共识，但主帅嫁娶没成，赵少康上广播节目忍不住再把矛头对准主战派黄珊珊。你们那些都是靠柯文哲的，都不是靠柯文哲，黄珊珊能当副市长吗？嗯，不知道柯文哲黄珊珊能变不分区第一名吗？那你就听柯文哲的吧，柯文哲还听你们的。侯友宜连两天白天没有公开行程，赵少康代打爬爬灶，但最新副手好感度数据，萧美琴第一，吴欣颖被贴上财团标签，赵少康则是负面高于正面声量垫底，说会继续努力，但眼前最大难题却是时间有限。三十五，黄云凡、温文轩，新北报道。